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爱喝咖啡。这次极速领域为了庆祝二周年活动，与知名车厂劳斯莱斯来进行合作。然后他现在7月11号你登录的话，你就可以获得劳斯莱斯的 B 车耀鹰，是直接领取就行了。从7月11号到7月14号都可以领取，所以请把握机会登录。之后7月17号到7月26号有这台耀影的皮肤叫黄金海岸，它的任务的道具是耀影车钥匙，现在就可以领了，也是7月11号到7月16号每日登录都可以领取一次。皮肤的部分要到7月17号以后才有活动可以解，然后到7月26号结束。这台劳斯莱斯耀影是一台 B 车，它的特性是平跑转向非漂移能力强，氮气动力增加 6%。 它的皮肤的话是氮气时长增加 0.01 秒，之后还有为劳斯莱斯出的专属 A 车，是一台五喷 A 车。它的长相大约就是，它的活动开始日期是7月17号，但要不要花钱还是要看官方而定。哇，它还有开场动画，可是是因为我的萤幕是看是颠倒过来的，我之后会用影片改正。